我现在读的这一本书叫《修道院祭祀二》，同样也有许多奇迹，谈论正在准备之中的这一个奇迹，为时尚早，其实也算不上多大的奇迹，只不过是神的恩惠，神屈尊怜悯而仁慈的看一看一个不生育的肚子，必定让他在当时时刻生下王子。不过现在正是提及一些确有其事的奇迹的时候，由于他们都来自圣方济各教派热忱的祈求，所以国王的许愿大有希望。 Okay.